等一下，您带来了。你们先出去。 这位夏小姐，以前也是共产党。弃暗投明之后，致力于和平运动。你看她现在过得多好。今天让她过来跟你聊一聊，你好好听一听，看看有什么启发。 夏雨竹来了吗？已经在审讯室了，希望特派员正在跟踪。董先生，你好。其实我不是什么共产党，我只是在苏南根据地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后来，我带着孩子离开那儿，来到了南京。董先生。 你有家人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。我只想带着孩子，不安稳的生活。过来听听，特派员。也许你认为我是妇人之见，但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。 我的爱人和你一样，也是干革命的。我失去了他，我和我的孩子现在无依无靠，而我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。你爱人是谁呀？是任志远。 任志远，你认识志远？如果志远同志在天有灵的话，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他一定会喊醒的。你们总说我的信仰愿意放弃一切，但是我觉得活下去的人。 其实比死了的人更坚强。我不想和你争辩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人人至死，无求生亦害人，有杀生亦成仁。行了，不要多说了。董先生，我知道你和志远是一样的。 我只是想站在我的角度劝一劝你。志远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经历，这也是我来南京的原因。他当时来南京的时候，住在济庆路的爱华公寓。他说，那旁边就是玄武湖，景色很美。 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和他一起，我们一家三口，来一次南京，住在这间公寓。平日里可以带着孩子在湖边漫步，但是这一切，都不可能再实现了。爱华公寓还在，但玄武湖已经不在了。日本人开闸放水玄武湖，日渐枯竭。中国人连玄武湖管理的资格都没有，更何谈湖边漫步？查查爱华公寓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来头。是。爱华公寓的街头暗语。 让董掌柜明白，夏雨竹就是当日的接头人。两个人分别扮演着劝降和死硬到底的角色，但是暗地里，
董掌柜用手指轻轻地敲击，双方用密码的方式传递着情报。既然你对池原有那么深厚的感情，你就不应该干这样的事儿。我爱池原，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革命方式和政治主张。信仰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，只能给家人平添痛苦。董先生，请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别再多费口舌了，想让我做汉奸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董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只要你答应追随汪政府，我就可以把你的妻儿接过来，让你们一家人团聚。人有人格，国有国格。人为被诱而死，国为被诱而亡，皆为民族之耻。董先生，不要再这样顽固不化了，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我不要什么好处，请你转告陈德道，哪怕他在用任何卑劣的手段对我，都不可能在我嘴里掏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。有没有觉得他们说话很奇怪啊？共产党说话就这样。董先生，你这样是何苦呢？相为谋，请回吧。小雪雪哭了。你们之前认识？把手打开。打开。我是替我丈夫挡的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说池原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他的？他是不是也这么痛苦？敢打老子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毙了你。有话慢慢说，话慢慢说啊。老陈，别生气，我把他拖走啊。冷静冷静啊，走走走。我听说，当年任志远是因为保护你还有和平，所以才被捕的。他有见过和平吗？
等和平长大了，他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和平的身上有他的影子。你见过志远？没有，我听我姐说过几次，有点印象。不是回家的路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全南京最好的小学。和平差不多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，不能总在家里待着，我托了点关系，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来这里上学了。怎么被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吧？给你配备这辆车，是让你执行任务使用的，不是为了解救别人的儿子。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你知道后果吗？站长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双军，我知道你们感情深厚，但这是南京，稍有偏差，就会置自己于死地。你是党国培养出的精英，也是我孙某人最信得过、最牵挂的人。我不希望你出任何意外。镇长，请放心，此类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。这是美国人给的最新的密写工具，隐蔽性非常高，你熟悉一下。主任，东西买回来了吗？哎，你要的玩具机车。我儿子就喜欢这个。主任，这是米店研究小组刚刚送来的。新的米店吗？等您审阅后我就归档。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我答应他要跟他一起吃饭。我先拿着，你跟机要室说一声，明天再归档。是。先生，他们人呢？少爷在餐厅呢，太太还没回来。没回来？去哪儿了？他说是买东西去了。回来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买东西。东西呢？重生想要吃西式的罐头，我去看了，卖得太贵就没有买。丫鬟的命啊！钱不是问题，绝不能亏待我儿子。以后他想吃什么，要什么，都要给他买。
哎呦，儿子！闭上眼睛，真乖，不许睁开眼睛啊！不许睁眼啊！睁开吧。猜猜这是什么？毛毛雨，喜欢吧？亲亲爸爸，真乖。我们去试试车。儿子，以后有什么想要的、想吃的，跟爸爸说，爸爸都给你买。刘妈，哎，一会儿想给重生洗澡，你帮我上楼准备一下换洗的衣服。好的，太太。爸爸就在想，是给重生买小汽车呢，还是买娃娃？后来爸爸想，重生是男子汉啊，绝对不能玩娃娃。别动，转过来。陈德道，你要干什么？手里拿的什么？给我，快点儿。看我们这行，不可能相信任何人，这你应该知道。
怎么总穿这件睡衣啊？回头我给你买两件。我今天看见夏雨竹了，他来特工部，却像一个共产党。是吗？是啊。见过面啊？没有。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吗？真够糟心。哎。站长，您这是？哦，这个地点不能再用了，得立刻转移。出什么事情了？有个下线失联了，有可能投靠了伪政府。他知道的事情不少，我们必须有所防范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胡有光，是青浦特训班出来的。不瞒你说，最近像他这样的已经出了好几个了，戴老板已经下了追查令。这件事情你留意着点，要是有什么发现，就立刻实行家法，不用向我汇报。我会留意的。这是新的联络地点，下次联系就到这儿来。记住了。上次交给你的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伪政府密电小组最新编写的密码本都在这里面了。太好了，双军，这又是大功一件呢。这学员寝室需要登几日？连登三日。可以了，去那边交钱吧。谢谢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重生。来，快进来。小姐，来这边。嗯。刘妈，刘妈，坐这儿。哎。刘妈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赶紧沏壶茶端上来。好的。重生，快过来。这是干妈。重生啊，上一次干妈见你的时候，你才这么一点点大呢。来，这是干妈给你买的小礼物，等有机会，干妈带和平哥哥一起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快说谢谢干妈。来，拿着。去玩吧。谢谢小姐，咱们姐妹俩还客气什么呀？重生他跟着我，受了很多苦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。不，双菊，你是一个好妈妈。重生在战火中出生，在那样的条件下，你还是顽强地把他生了出来，带着他离开上海。又去重庆，咱们都是母亲，我能理解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辛苦。来，双菊，我来。
真的倒对你和重生好吗？对重生挺好的，重生不能说话，陈德道就尽可能的补偿他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想着重生，重生也很喜欢他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重生对陈德道有感情，有了感情就离不开了。你要离开陈德道啊？我迟早有一天会带着重生离开他的。既然早晚都要离开，为什么不是现在？重生现在太小了，要等他长大一点。不说我了，说说小姐吧。我听说君浩少爷现在也回程碧姐那儿住了，记得以前小姐一见到君浩少爷就要和他拌嘴的。以前我们都太年轻了，不懂事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，没想到连君浩少爷都和陈德道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。对了，上次听君浩说，陈德道有一个线人，给他提供了很多情报。线人？是从重庆那边来的？不知道，不过成天听程碧姐他们说，最近重庆跑过来很多人。小姐是最近听说的？这个线人也在南京？在，好像经常和陈德道见面。盛曲啊，嗯，你对陈德道的事情很感兴趣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。你是不是在替重庆那边做事？小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当年重庆那边对我赶尽杀绝，我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了，才带着重生来南京的。我怎么可能还替他们做事呢？盛曲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如果你真的是为重庆那边做事，那你还待在陈德道身边，太危险了。谢谢小姐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来，小姐，吃个苹果吧。重生，重生，你怎么了？重生，小姐，我上去看看，你在这坐会儿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哦，不用了，小孩子淘气着呢，我去看看就好了啊。好，你在这歇会儿。小姐，要再添点茶吗？不用了，谢谢您。白政委，玉珠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，我的判断没错。玉珠没有叛变，他一直在寻找组织。登寻人启事，
是老董和我们的联系方式，这夏雨竹怎么知道的？他们肯定见面了。可是老董已经被捕了。我把夏雨竹的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，组织上的态度是派人过去，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。白政委，让我去吧，我对雨竹最了解了，她现在这样的处境，急需我的帮助。文霞同志。 组织上已经决定派王默同志去南京了，一来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，二来重建情报站，尽快恢复那里的地下工作。白政委，王默同志对雨竹有偏见，我担心这种偏见对雨竹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<笑>你也一样啊，你对夏雨竹那么信任，也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啊。不。 我对雨竹的信任，是基于对他长期的了解。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好恶就去揣测，甚至冤枉一个积极向上、追求信仰的年轻人。文霞同志，你说的没错。上级已经给王默同志下达了明确指示，对夏雨竹的身份甄别，不能擅自做主，要随时汇报。<笑>这下你放心了吧？ 文霞同志，组织上让你留下来，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。现在，国民党和我们的摩擦不断升级，蒋介石又刚刚颁布了命令，让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开拔到长江以北，显然是别有用心呐。所以，上级决定。 除了皖南的新四军开拔以外，其余部队按兵不动，准备进行整编。上级要你留在根据地，做好接收其余部队的准备啊。是。消息可靠吗？是小姐听肖军浩说的，他说这个线人跟承德道经常见面，给他提供情报。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您上次提的胡有光。 你把这个人的行踪搞清楚，一旦确认，立刻站住。是。追杀炼钢下了不久，我们南京站就有了建树，戴老板一定高兴的。小姐回来了，唐妈。这是我给何明买的奶油蛋糕，你一会儿拿给他吃。哎，好。身体要立直，这样。你看这俩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子俩呢。 哎，对了，唐妈，啊，今天的中华日报来了吗？来了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每次见到长辈，必须要行礼。行礼，你十分钟。知道吗？嗯，你这个腰啊，还得再下去一点，得成90度角。对，你看。我是刚来什么？我是刚来什么？哎，再来一下。我是刚来什么？我是墨西哥亚喽。墨西哥亚喽。 哎，他们墨西哥亚喽，墨西哥亚喽，哎，再来，哥卡拉斯吗？妈，我是哥卡拉斯吗？ 妈，妈，妈，这和我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说话！小舅舅，日本的礼仪。你学什么日本的礼仪？你学什么日本的礼仪？你是中国人，以后不准再给我学什么乌七八糟的日本礼仪，听见没有？ 我错了，潘先生，君浩少爷，你快进去看看，他们母子俩不知道怎么了。知道你先下去。他学他们，站到菜刀前，面壁思过。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许学什么乌七八糟的日本礼仪，听到没有？给我重复一遍，以后不准说话，我告诉你。
唐妈，哎哟，太太回来了，我去给您热菜啊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哦。太太，您先喝点银耳羹。先生还没回来呀？哦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先生打回来电话说，今天要开会，要晚点才回来。嗯，这百合银耳羹不错，给和平和雨竹送去吧。哦，我上去过了，雨竹小姐的房门一直关着，敲不开。为什么呀？下午的时候啊，君浩少爷带着小少爷在花园里玩，雨竹小姐回来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把小少爷带到房间里去了，还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小少爷一直在哭。那君浩和和平干嘛了？我没太注意。那雨竹骂什么呀？好像是说不许学日本人的什么。雨竹小姐和小少爷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，晚饭都没有下来吃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姐，你敲一下门行吗？我万一要是没穿衣服呢？我问你，今天下午怎么回事啊？说什么怎么回事？那雨竹就因为和平学日本人发脾气了？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你说我们家这些佣人真够可以的，这么点屁事也跟你说。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我把雨竹留在家里，自然要多一个心眼儿。你快给我说怎么回事。哎，没事，我就是下午在花园里教了和平几句日本的骂人话，谁知道给雨竹看见了，他就跟我急了。真的？你要不相信我，你问我干嘛？你说你也是的，你多大的人了？你教一个小孩骂脏话，别说雨竹了，要我我也得骂你。是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再犯。君浩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，你对和平好我不管，你要是对雨竹动了心思，这事儿我就必须管了。好好的，你提这事儿干嘛呀？我再不说就出大事儿了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哎呀，当年我是撮合过你俩，但是时过境迁，雨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无邪的小姑娘了，她爱上一个共产党，还给人家生了孩子，因为这事还坐了监狱，这些都是人生的污点。你现在政府里工作，就算不在政府里工作，这种女人也不能要的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跟夏寒轩的事情姐夫也知道，那你这种女人姐夫也不能要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姐我跟夏雨竹一样吗？啊，行，我知道分寸了，你放心吧。记着啊。秘书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。开会开多了，一会儿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韩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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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，你去看一眼。是。